有的这个压力，其实对这些明星球员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对，所包以各括，自的保护都非常重要。对，包括洛杉矶快船队的克里斯保罗最近也是戴了面具，也是鼻梁是有一些受伤的状况。当然，科比自己也是讲，现在已经是习惯了戴这个面具，感觉好像把面具拿掉之后发挥反而不稳定了。没错，这个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就是人戴眼镜戴习惯了，要拿下来完全是就特别不习惯。对。不过我觉得确实要做一些保护啊，因为现在的防守又是对他是绝对是有研究性的防守，那么如果你不做保护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对比赛的这个整个赛季来讲也不好。那么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黄蜂队啊，刚才英文也谈到，就是在保罗走了以后，现在的这个状况起起伏伏挺大的。对，那么上一场比赛甚至是输给了联盟战绩垫底的山猫队，而且是在自己的主场啊，非常糟糕。我觉得可能这个跟一个交易也有关系，对球员的心理也是有影响的啊。对。那么对于这个教练来讲呢，你觉得今天两位教练啊，在对阵方面有什么样的窍门我们要看到的？麦克布朗这个教练，当年的年度最佳教练，而且防守抓得非常的紧，所以他的治军其实是比较严谨，偏向于防守型的。而对于蒙蒂威廉姆斯教练来讲，他是全联盟第二年轻的教练，可能对这个球队的控制方面，他还是需要一些提升。没错，那么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黄蜂队第一投有了中距离。今天黄蜂队，我觉得他们要提升自己的这个进攻效率。之前我们也是提到，保罗离开，然后这个戈登不能打比赛的一个状况之下，黄蜂队的这个命中率很有可能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嗯，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目前还是要打一个团体啊，就是很明显的没有就是特别大的大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团体进攻打不起来的话，就非常麻烦啊，一个失误，可惜。阿里扎今天也是面对旧主啊，嗯，他当年也是陪伴科比一起拿到了这个2009年的总冠军。没错。如果您是 iPhone 和安卓用户的话呢，可以登录 Apple Store 或者是安卓市场来搜索百事通 NBA， 下载客户端，享受3天免费观赛体验。所有的比赛，所有林书豪的比赛直播和回看都在百事通。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还是湖人队。我们看一下啊，在今天的先发拜纳姆、科比、加索尔加上费舍尔。这边说着加索尔在篮下一个2+1啊，身高太高了。2.16米的身高，再加上他这个全联盟最长的臂展，这球基本上没怎么跳啊，阿勇根本是没办法防啊。是的，身高差了一截。就是内线一直是湖人队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那么现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效应，加索尔一开始就拿个2+1，职业生涯平均每场是拿到16.6分的一个比例，这赛季大概是在14分左右。确实这个赛季加索尔数据上是有很大的牺牲啊，因为拜纳姆的崛起，另外一方面科比出手也比以往的赛季要多。嗯，那么其实在黄蜂队这边呢，1号的阿里扎、2号的杰克、8号的贝里内利以及15号的阿勇和35号的卡曼是场上的五位先发。没错，卡曼毫无疑问是球队在内线的一个主攻点啊，也是整个场上黄蜂队唯一一个入选过全明星赛的球员。嗯，阿台今天还是重点的，应该是防这个贝里内利啊，我们看他跟着在跑，现在还防卡曼啊，换了、哦、卡曼我觉得上个赛季特别可惜啊，就是这个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对，而且他跟格里芬说实话有点重叠的啊。这边黄蜂队今天中远距离投射的手感还是不错啊，贝里内利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射手。那么其实这样对湖人队来讲，可能在防守上面要圈子稍微扩出来一点啊。对，加索尔啊，拿球之后这个险些被对方倒一下啊，还是个子的高度有漂亮啊、这个技术方面也是完胜对手啊。嗯，这个自己控球从这个三分线外一直控到内线，还转身打了对方一个。阿里扎把球还是输到低位，这卡曼面对加索尔的防守稍微带一点侧后仰的一个出手，但是没进，打框没进啊。科比拿到篮板，科比现在对于整个比赛局势的把握比前几个赛季还有了更大的一个进步啊。拜纳姆，你看这个不光是身高，我觉得拜纳姆的块啊越练越大，很壮实啊。没错，这也是湖人队三巨头之间的一个配合啊。嗯、科比传球给加索尔，加索尔直接往篮筐上方去做一个吊球、然后拜纳姆第一下没接住，抓进攻篮板球再补第二下，很轻松的一个进攻配合。贝里内利啊，你这个外围一定要投开，很远的一个三分。今天黄蜂队的手风很顺啊，这对于湖人队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昨天刚刚打了一个
这个双加时的比赛，今天是背靠背的第二场，球队老将又这么多，体能肯定会有下降啊。加索尔今天还玩很多细活儿，但是刚才很可惜，这个勾手没勾进去，哦，球太猛了。这个球要是25岁的科比的话，很有可能接住就是个空中接力了啊。这个太猛了，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刚才这位意大利球星的一次出手。今天阿泰斯特对他的防守，说实话还是要贴得更紧一点，因为他的突破能力其实是一般的啊。阿里扎这个球想转到底角，但是很可惜，刚才这个球是打了对方的手，费舍尔上来之后应该是出了边线。费舍尔这个老将现在在湖人队过得也是比较的郁闷啊，因为球队一直有留言是要交易一个优秀的控球后卫来。为什么要交易控球后卫呢？因为费舍尔在场上的效率现在是全联盟30个先发这个控卫里面最弱的一个环节啊。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可能真的到了一定年岁，这种反应啊。